刚才那边病房人挺多的，我就没过去。看你脸色不太好，累坏了吧？经常这样，习惯了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他去忙了。自己的亲娘做手术都不到场啊？可能身不由己吧。手术做得怎么样？我亲自主刀，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这个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七八年的女人，究竟是个什么人？她开始行动了，不知道她会怎么样。这一阵我们在医院可能得注意她。我总觉得她好像知道咱俩的事儿。先生，你有事吗？